这款是 FZ608 蓝宝石冰点脱毛仪，蓝宝石平面冰点头，能实现安全舒适的冰感无痛脱毛体验。好，首先使用前我们先把毛发刮掉，刮掉后再把电源插入插头，把电源线连接机器，按着开关键3秒，机器启动。一共有9个档位可以调节，根据不同部位和皮肤调节档位，建议第一次使用1档。出光口贴近皮肤，机器感应到皮肤数字会闪烁，按着激发键就可以开始脱毛，按一次闪光一次，长按激发键可切换成 Alt 自动模式，它这里显示着 Alt 就是证明已经切换成自动模式，然后你就不用按着这个激发键去脱毛，它会感应到皮肤就会出光。根据自己使用感受加强档位，档位越高效果就会越好。好，感谢观看。